是台湾乡土画家何文琪大师的水彩油画的作品，细致的描绘台湾乡土之美，对台湾艺术教育美学实践有卓越贡献的台湾艺术大学黄波南前校长水墨，世纪风华阿里山陈清祥百年主题画展，画出阿里山的林场历史，由1926年出生的人类陈清祥老师堆叠与阿里山的情感，用生命诉说阿里山的历史与故事，传承后代。至于传承文化艺术教育，不遗余力无私贡献的台湾窑主管艺术家李秀芳老师的彩瓷之美，东方五银五星的巨匠，也是新传奖得主刘明武大师，永远
雄市艺术联盟前理事长、艺术家王东华老师，透过绘画的方式，表达自己生长于台湾这片土地生活环境的优美，也分享在地人的素有国家之遥、民歌小故宫之称的台窑，提供精美的彩瓷工艺品。最后还有特别展出介绍，感谢财团法人杜聪明博士奖学基金会，借展在艺人杜聪明博士的墨宝、铜像与印章、砚台等文物。其铜像为具有涂天生雕塑家所塑。让我们邀请财团法人杜聪明博士奖学基金会杜青董事长为大家挥挥手，欢迎您的莅临。天东方不变之美，以及感谢收藏家吴国珍老师提供财客。
为各位贵宾介绍莅临现场的来宾。首先，让我们欢迎云林县政府代表文化观光处陈碧君处长，欢迎您的莅临。以及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洪文章前院长，也是我们云林水头在地协助法官，欢迎您的莅临。荣获首届云林文化奖美术类得主的艺术家陈诚老师，也是很多杰出艺术家们的老师，更多的文化奖艺术家黄志鹏老师的老师，欢迎您的莅临。协办单位国际狮子会三连运一万区翁振平前总监，欢迎您的莅临。云林县政府顾问，也是台南市云林同乡会薛朝贵理事长，欢迎您的莅临。还有艺术家吴夏雄老师，也是国际狮子会三连零一万区狮子学院的创办人，欢迎您的莅临。协办单位云林县家长会长协会廖明纵理事长，也是国际扶轮3470地区前助理总监，欢迎您的莅临。云林国中谢俊明校长，欢迎您的莅临。希望能够传承到后代。那陈董事长他听到
到就是我们这个平台，也是这个艺术文化传承的这个理念，他就非常的支持，很有意义，所以他们是第一次来，就是等于是参与演展，然后也是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谢谢。帮我们连接的，谢谢。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吴夏雄院长，对，他特别从金门赶回来了哈，谢谢谢谢。他的爸爸也是医生，然后又是文学家，对，非常感动。就是他的摄影作品，待会儿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就是他是在记录用文学跟摄影来记录在地的文化。他这次是用那个盐水。缘分 ，OK， 对，然后待会再请他介绍，对，然后再就是我们杜聪明博士，酒泉基金杜董事长，对，昨天那个杜聪明博士的文物就特别专车从台北一路这样来到云林，那他用的那个在运的。不是我一般的在运，是在运医疗器材的。哎，我是在来掌声鼓励一下。杜董事长也分享说，他就是可能是第一次，就是到外面参与演讲，然后就献给我们云林，然后献给我们，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平台支持这个理念，就是感动，就是在要把这个头像要搬运的时候，在台北的时候就，因为它有个玻璃罩子很重，保护着，那要把它拿起来的时候，不小心在头像上面划过那个痕，哇，看得好心疼。那当头像到的时候，眼泪都掉下来，就觉得就是杜博士的精神跟那个他的理念，就是从云林出发。谢谢，谢谢杜博士。谢谢大家一起支持理念，还有那。
云林同乡会的理事长，高新仲理事长，谢谢。如果还没有介绍到的，我们再补充。谢谢大家。这么优质的场地及各项协助，让我们现在邀请云林县政府代表人陈碧君处长上台为我们致辞，欢迎。是我们鸟松国艺术高中的学生吗？不是哦，看起来气质很像，大家给个掌声一下。演出了这个就是艺术家也很棒的《望春风》，对不对？大家给个掌声一下。那今天这个活动最主要的幕后推手就是我们童玉如理事长，大家给个掌声一下。那还有今天呢、很多重量级的贵宾，我们就是这个杜聪明这个医师的这个基金会，我们董事长，对不对？杜董事长。也是云林之光，我们台湾的这个高等法院台中分院的前院长，我们的洪文章法官，大家给个掌声。那现场还有我们的前总监欧总监，还有高芬老师、洪志佳理事长，然后阮威信市长，还有曾永权理事长，然后还有我们陈诚老师写抗力，还有谢美在理事长，还有我们来自这个就是台湾的同济会，还有我们这个就是这个狮子会，有很多先进，还有艺术界的先进媒体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首先呢，当然刚刚感谢过我们这个童玉如理事长，我认识他的时候是我刚回来云林，那在我们国的母校鸟松这个国艺术高中跟我们童理事长第一次见面，那我觉得她是一个相当杰出的女性，对于这个就是古典艺术的这个部分不断的推广。其实她当时也是担任我们鸟松国艺术高中的家长会会长，对不对？那这是卸任会长之后，我觉得她还是秉持了对古典艺术的一个推广。所以呢，今天呢，其实去年我们跟这边一样，也办理了一个就是这个就是古典艺术基础教育的这样一个策展。那今年呢，再度回到我们云林县，那以云林上场。我觉得这四个字对我们云林的乡亲来讲，其实呢是非常深刻的。在张县长上任之后，不管是在教育的部分，还是在公共基础的这个部分，甚至在我们的一些社会福利，还有就是文化以及观光的部分，大家都可以感受到，真的是 It's our time。我们呢这几年呢，成就了很多以往在云林没有看到的这些成果。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艺术文化的部分呢，它真的是不容易，因为呢需要很长时间的一个累程。那尤其是台湾的艺术文化人才的这个部分，我自己觉得我们做的还不够。不管是中央还是在我们地方的这些相关的这些公部门单位，因为呢艺术文化人才的部分，就像我们陈诚老师这样国宝级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家，你看嘛，能有多少？包含我们布袋戏的这个国宝，我们的王俊雄大师，我们的黄文哲八音才子，这个都是相当不容易的。所以呢，杰出的企业家当然也很不容易，但是呢，为艺术奉献的这一些艺术家，我觉得呢，他们是默默的，因为这一条路不是一个普罗大众会很容易参与的。但是呢，这些艺术家他们秉持对艺术的这个热情。那我跟董理事长，可能我们不是艺术家，但是呢，我们非常乐意扮演着支持这些艺术家，支持台湾的这个艺术，尤其是古典艺术。古典艺术不管是来自西方，还是来到台湾之后的各种不同层面跟领域的一个发展，我相信艺术对人类而言是一个更高端的一个发展。文明的一个人类的社会，其实不是只有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些物质的享用，更高的是精神层面的部分。那艺术家是扮演这样的角色，但是艺术它其实是一个安静的，艺术也是必须透过一定程度的这种精神上面的一个互相交汇，才能够感受到每一幅画、每一个创作想要传达出。
出来的，不是只是在这个不管是就是水这个书法，还是水墨，还是水彩，还是雕刻，这个不是只是一个工艺的层面。我们的云林的这个在地的艺文协会的，我们刚刚看到都是历任的理事长。理事长扮演着一个领头羊的角色，要带动协会来把这个艺术的量导入我们的云林的这个部分，不管是在社区，还是在学校，还是在各个部分，都希望这样的一个行动可以有更多人来参与。那我觉得呢，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是针对古典艺术的这一个教育，那就是艺文扎根的部分。这个部分呢，云林县呢，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不只是在表演的艺术，还有在这个文化的部分，县长上任之后也非常的重视。所以云林的这个国中小当中，除了我们鸟松艺术国高中，这是一个亚洲虽然应该算是一个典范的艺术，这是专属主业的一个就是教育单位。那在我们的云林的很多国中小也有艺术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在推动。那我们当然希望，就是这个艺术文化人才，需要更多的资源，还有更多人来支持。所以呢，这个古典艺术的这一个基础教育部分，也是秉持着，这个就是台湾艺术大学，陈志成这个校长，他一直希望就是说，其实艺术是可以有价值的，它可以是一个产业链。所以从艺术家的创作，到我们的这一个教育的部分的扎根，一直到企业界的一个支持，它可以成为一个艺术，一个社会的氛围。但是呢，要让艺术不断的在永续再发展下去，真的需要更多不同领域的这一些人物来参与。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推动，我相信不断不断的，像我们有狮子会、同济会，我们云林的同乡会，我们高理事长在现场，对，我相信人到一定的一个就是年龄跟社会历练的时候，就会慢慢的发现，其实呢，在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真的是音乐、艺术、舞蹈、文化这样的一个内在的陶养，才能够让人生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可以更圆满，可以更平静。而且艺术人跟人之间的交汇，艺术不会有任何的这些不管是什么样的立场，它是可以有很多元，然后可以很客观的。所以呢，我们也很开心，每一年我们同理事长都愿意把这么棒的一个活动，这么好的一个理念带到我们云林来。那这一次呢，特别刚刚理事长用力的在宣导，就是我们这个杜聪明这个就是台湾的一代艺人，这个杜聪明他也是一个知名的这个书法家，特别把他的墨宝还有他的相关的这一些这个文物带到我们云林来设展。我刚刚看到这个手册里面讲到说，在高一那边展出的是仿品，那这一次在云林展出的是真品，大家就给个掌声一下，谢谢我们董事长。这次展出有16位艺术界的大师，那有11幅的这个不同的创作。那里面当中，我还看到有这个我们莺歌国宝民谣，就是台华谣的这个作品，也来到现场。这样也欣赏会美丽，这么多，这么多，这么珍贵，然后国宝级的这些文物，然后同时在我们展览厅展出，真的是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就是殊荣。但是呢，我也希望就是说，透过今天的一个记者会，那接下来11月10号，还有针对我们杜聪明董事长的这一个就是这个医师他的一个音乐会也希望大家可以来共同来共襄盛举。那整个展览会到11月14号，时间其实还蛮长的。那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呢，透过这样的一个展出活动，一起来共同响应我们台湾的古典艺术教育如何延续下去。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的一个莅临，那我也代表我们张医生县长谢谢大家，那预祝今天的活动非常顺利圆满，谢谢。
协助你们支持，这么提供这么棒这么完美的一个展地之外，然后就是布展的时候，他所有的团队都来帮忙，然后更重要的就是说，就是我们当我们跟就是科长这边有还有处长这边就是跟我们提到，就是说这次的展览，有杜忠女士的那个物展，在他们等一下，还有就是刚刚处长有所提到，那希望可以就是说让。然后台大医院就在我们后面，他就是杜忠女博士，他是很多医生的老师，那他们就是可以有这个机缘过来去看一下，就是也了解，就是说在更亲近的知道，就是我们杜忠女博士的理念跟他的精神。那我们科长这边就是说他礼拜一上班的时候就会立刻发文给全。云林县的各机关，我们现在再度掌声，我们有吴处长，对，没关系，对，昨天第五讲的时候，就有一个东河国中的吴处老师，他们刚好就在这边比赛，然后带学生上来参观，然后他看到这些展览都是难得一见，然后聚集在这里，他就说真的很希望县府可以发文给学校带学生来。对，那我们为了感谢处长，是不是先跟处长大合照一下？好，就是我们请那个司仪帮我们。好，那我们接下来先大合照好吗？接下来请摄影师帮我们到台前，然后呢，请各位贵宾把你们的最漂亮的脸蛋露出来，然后把手上的节目册放到胸前。主持人现在开始喽，支持台湾古典艺术基础教育联展云林上场特展，在不在？我在。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指导单位云林县政府。那接下来主持人会喊云林县政府，请大家帮我们也喊一个赞好吗？主持人开始喽，云林县政府在不在？接下来请大家帮我们持续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也谢谢前面的摄影师朋友们，谢谢。我们接下来就精彩的活动继续跟你说，谢谢。谢谢。中国古典舞有丰富的舞蹈动作，能表现人的
及贵宾，欢迎。谢谢。为什么由我来跟就是介绍这致辞贵宾，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的一个连结缘分哈。那首先我们是要介绍就是我们杜聪明博士奖学基金会的那个杜鲁清董事长。那就是会跟杜聪明就是会有荣幸认识杜聪明博士的这个事迹，伟大的事迹是在雾峰林家的大花厅，那就是我的好朋友那个林台高中的林纯一校长，还有那个黄玉佩主任，他邀请我去参加那个一带一路，就是说杜聪明博士的那个杜林双随的音乐剧，因为杜聪明博士的夫人就是林家的，就是我们林家的千金小姐，对，非常的重要，对。然后就是说，从那个音乐剧开始，我就深深被吸引。所以每一年的巡回，在艺人的巡回，我都是一定是供逢其盛。那就在这之中，就是也认识了杜董事长。那今年的话，杜董事长就是有邀请我到高雄的那个台信文教及文化基金会办的，也是一代艺人的那个音乐剧的延续跟讲座。那个地方就有一个展览馆，然后杜董事长他就邀请我去参观那个展览室，其中就有一个展厅是展杜聪明博士的墨宝铜像，还有一些文物。那我看得非常触动，然后就是邀请杜董事长，就是说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是说一起来参与这个联展，因为就是杜聪明博士他就是博士奖学基金会的部分，就是说他做的事情是一样，都是对台湾的文化教育传承的部分都是一起在努力的。那我们是不是邀请我们杜董事长来为我们致辞？谢谢，谢谢。处长、院长，还有彭会长，还有各位贵宾，大家午安，大家好。我很荣幸代表杜聪明博士奖学基金会，今天被邀请来参加这个。
古典艺术，就是说书法也是古典艺术之一。那杜聪明，我们从他1934年的日记来看啊，他我就知道说他40岁以前就开始，差不多每天都在练习书法。那他写篆书自成一家，他创办高雄医学院做院长的时候，他就每一个毕业生都写一幅字给这个毕业生，哦，毕业第一名的那就比较大幅。那第二个关系就是我们对基础教育都有共鸣。就杜聪明，他虽然是台湾第一个医学博士，但是他没有开业，他一生致力于研究和医学教育，所以我们基金会也是都有赞助这个医学方面的啊公益活动啊，还是说奖学金之类的，所以这两点就让我觉得有这个关系啊。那今年8月的时候啊，董会长也邀请我参加在高雄文化中心主办的这个联展。那我看他也是像今天这样有很多啊文物展览啊，包括一些收藏家的东西的保护啊，像书法。所以当同会长邀请我说杜聪明基金会来啊展出的杜聪明文化，那我是当然先来答应。那我弟弟杜亮，他们有一年他送一幅杜聪明给他的字，也是高雄医学大学。那过1-2年以后，他再回去高雄医学大学，他怎么没有上那一幅字？那
地缘关系，地缘关系，所以今天呢又专程从台中来参加这一场的展览。为什么说地缘关系？第一个，我是云林县人，云林管人啊。第二个，我是刚刚讲的鸟松艺术高中的隔壁村的人。我们处长呢，就是当地的当村的人啊。所以有这样两层的地缘关系呢，洪会长要我来参加今天的展览会场，我就没有理由再推迟。那上次在台中呢，就要我上台讲话，我说今天贵宾很多，不是我讲话的场合。那今天我为什么敢出来讲话呢？因为有地缘关系，讲错了，我们洪乡的会原谅我。我其实我跟意识呢一点点关系都没有。我的工作呢是司法审判工作，我担任法官前后40年，所以我的专长是什么？看面相，这是好人，这是坏人，我很会看面相，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的职业专长就是听谎话。你看看在法院开庭，你要听到真话很难呢，所以我的职业专长就是听谎话。但是我今天来这里必须讲真话，因为洪理事长对洪会长对这个艺术方面的贡献，这个有目共睹的，不必我在这里吹嘘，大家都知道他贡献很多，而且他还担任过鸟松艺术高中的家长会长，刚刚他也自己介绍过，所以我是因为那一层关系跟他认识。那我对艺术既然很陌生，但是有这个机会呢，希望我虽然不会写毛笔字，不会画画，但是希望能够会欣赏，之后看能不能进步到会欣赏更高层次的。我今天不宜在这里讲话讲太多，所以就简单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感谢大家。艺术家的老师陈晨老师，那上次我有去参加他台北90岁的师生联展，然后他庆生，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很多老师的学生们都是非常台湾杰出各地的那个精英啊，有的是中正纪念堂的馆长啊等等之类的，很多就是教授啊，这个都是不胜枚举，都是信坛的那个对佼佼者。然后那个老师最就令大家佩服，就是说他拥有这么好的一个，就是不管是就是学识啊，就是才德啊各方面都很优秀的情况之下，他不留在台北，他回来我们云林来贡献，就是说他认为这个传承就是要在地，越在地就越国际。然后他把就是把在地的艺术家都培养起来。那刚刚有遇到黄旭荣老师的夫人，他特别跟我分享说，没有陈晨老师就没有黄旭荣大师。我们是不是邀请我们陈晨老师来为大家支持？谢谢。
啊，晚上好。好。我想承认了，跟以前副总统一样的名字啊。那么，我是啊，美术教授。以前我参加很多这个会，常常听到我们的县长啊，他就说，大家都说我们云林县是文化沙漠，嗯，我听了心里很难过。云林县是一个农业县，但不一定是文化沙漠。但是他讲的很多处啊，所以我心里啊有一点难过。但是最近我就没有听到县长说我们是文化沙漠，为什么？刚刚主持人讲的啊，我到云林县以后，尽量啊在艺术教育上啊努力。我们云林县的学生在美术上，我教过的，现在在我们台湾里面各个大专院校当院长，当教授。好多好多，很有成就的这些艺术家们，都是我的学生。我最近没有听过县长埋怨说我们是文化沙漠啊，这些啊，我们这个学生呢，可以说在艺术上有很多的贡献啊。那么今天这个话呢是很有意义的啊。那么这个基础教育里面参加的话呢，有我的学长啊，我有提啊，这个话啊，话不敢当啊，是我的学长，也有我的好朋友，也有我的学生黄静茹啊，黄静茹。他的画画得很好，前面跟一下对自己的欣赏。那么黄继勇，他家里做什么呢？在很早很早的时候，他家里做花生。
这个卢彩霞老师啊，施美艳老师啊，他们都是书馆里面非常好的啊。那么今天的展览会里面，这个画家里面呢、啊，有我的学长胡文琪，他退休了，你看他画的象征的画，油画，想看吗？啊，好仔细，好用心啊。那么也有的好朋友没有来啊，啊，黄庆龙是我的学生，哎，你看他的画跟胡文琪很接近，很用心啊，很仔细啊，内容又很好。他告诉我，他得到了世界性的金奖杯，很多，让我吓了一跳。他这么大的成就啊，原来我的功劳不错啊，自己的心里面很高兴啊。我们云林县有这么好的艺术家啊，非常的高兴。那么董宏斌啊，他在我们云林县书馆里面贡献很大啊。那个董宏斌啊，他在书画上啊，让我们云林县的书画水准啊非常的高啊。那个这个董宏斌是在书画上面的非常的高啊，贡献很大啊。那么我们云林县特别出名的艺术就是书画啊。那么书画家需要有很好的啊这个用具啊，像砚台，我们云林县这个砚台啊很好，哎，我们叫做罗西石。这个罗西石啊，哎，在明内的浊水溪里面长这个石头，它的质很硬啊，非常好，可以做雕刻，可以做砚台，所以罗西石的砚台很有名啊。那么有很多人都跑到浊水溪去要做这个砚台啊，很多书法家啊，要做这个罗西石的砚台，可是他们都找不到这个石头。但是
基础教育，然后传承给别人。谢谢黄文杰。
邀请我们的欧总监哈，就是他在担任市执会总监的时候，就非常照顾云林两松艺术高中。然后接着就是开始参与巡回的时候，他几乎每一次活动都只要他的行程可以，他一定到。那这次的那个阿里山的那个这个陈金祥老师的作品，还有吴夏雄老师，都是欧总监帮我们连接，谢谢。谢谢董事长，还有我们董事长、院长及与会的各位来宾好，大家好。我是住在地的哈，在我这里。今天很高兴来到这个现场，因为有我们吴夏雄，我们都称他为吴老师哈。他带着我们去登山，然后教我们用登山来做所谓的人生大道的传承。那所以在去年我们在嘉义这个展览会场的时候，看到了这个我们同会场很用心在策划活动。那去年的活动里面有书法、有绘画、有铜雕。那刚好在另外一个楼层就是陈清扬老师的一个作品。然后我们吴夏雄老师他又热爱摄影，所以我就说有没有机会把展览的这个内容能够多样化。那今天就是一个成果展嘛，成果展。那很高兴我们听刚刚的陈老师在介绍我们云林这么多艺术家的这样的一个养成能够提升我们云林县的所谓精神层面的一个欣赏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之所以说会很希望能够多多认真的是因为我小时候没有这种训练，艺术欣赏是需要被训练的，所以很高兴我们洪会长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获利，这个已经第三年了还是第四年的一个展演展。那当然也很荣幸能够跟各位艺术界的精英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在一起而且更荣幸是今天有陆聪明代理人的博士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作品说真的哪能够换你在那在那个锅炉里面，你今天有没有保险啊？怎么贵重的东西每一件作品都非常宝贵那当然希望我们能够地方能够多一点这样的一个场合。你要是让我们登台了，就要把你们看见。
办理一些除了展览之外，能够有讲座或者是您请专家到现场来跟我们解释这样的作品的精神，这样的艺术推广也许能够更加速这样的一个素养的养成。那非常再次非常高兴啊，也谢谢我们冯理事长。参展者的角色来探讨对这个古典艺术基础教育的一种看法。其实去年是前年吧，在嘉义啊，他们于是办一个展览，去看了以后，我也深受感动。为什么？其实古典艺术最重要的。我们要从在地文化来推展，这才是真正的基础教育。所以前一阵子跟我说，你不能来展览，我说啊，我不行，我人在地人啊，我来了，我进来，我进。我想一想，我就我在台南，怎么去推动这些？在地文化的艺术，说来，张会长刚提到我父亲吴兴龙，他也是艺术家，他那时候在我们台南的沿海地区，他们召集了一些喜爱文学的朋友，他们组织一个叫做。缘分地带文学，要分地带文化，它就是主要以在地的文化怎么去把它推展。他那时候他们都是用笔、用文学、用诗歌来描绘在地的文化。所以我也在想，我是建筑师，外当自山，地感也够用，感也用透主心。一旦是，我也是想，哎，我们来推动艺术，当然艺术涵盖很多了。我们用画、用照片、用这个很多的手法可以去表现在地的一个文化。所以我个人喜欢摄影的，所以我就是用摄影的方法是。来描述我们在地，因为沿海地带也都是宗教信仰这类这群吧，庙会这类，庙会什么活动都很多，所以说宗教信仰，再来就是文化史迹，这块土地上留下哪些文化，哪些值得我们去可以追一些的事情。还有很重要的，我们很现实的，乡土的这些产物，我讲的起亚金刚甲，北洋，这些乡土的产物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最重要的，我很喜欢照相的就是这个。自然的风貌，自然的风貌，所以我就从这四个方面来用照片来描绘我们缘分地带的一些艺术。所以这次线索啊，把我那些东西在这边来展出，那我也是想
因为是为什么这么积极的在推动？这个不是只有在云林、在嘉义、在台湾，在各地都可以来推动。所以非常的支持这一种连长啊，那有这个机会来这里，非常高兴。其实有一天晚，我早上。
理事长，他很客气哦，但是他就是还是要请他来。主管单位啊，董事长啊，杜董事长，你一定要帮我们。但同会长啊，一直在这一块啊，艺术的这一块啊，不遗余力的啊。啊，家长会长不，家长会长协会不发劳工，有偌济帮咱代志，伊身为咱阮运动托运班家长会长协会的成员，也是阮的秘书，啊，阮当然协会全力支持，啊，阿妈。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莅临，谢谢大家。接下来，请欣赏由舞蹈家允琪老师所带来的中国古典舞《三分春色》，欢迎。要明中，我来自。
师弟。首先欢迎我们的舞蹈家刘云熙老师，欢迎。可以哦，哇，好漂亮，请各位